大家好，我是纸扇猪，领你一直走。刚刚那句歌里有我的名字，你听到了吗？我给大家的三个承诺是：一、少吃糖；二、学会画眼线；三、练出马甲线。我现在的肚子就先不给大家看了，等有了之后再说。青春制作人们，请记住纸扇猪“领你一直走”的三个承诺，和我一起淋雨一直走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幂。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。我是朱熹丹。我是高北光。我是张牛。我是演员张彬彬。我是李婷婷。我是祝子杰。我是演员黄梦莹。我是演员刘瑞麟。我是樊志新。我是张松。我是张明灿。我是易大千。我们是 BEST。 我是王一菲。我是王一鸣。我是王潇。我是田轩宁。我是晴天。我是袁宇轩。我是葛诗敏。我是蓝奕。我是张耀伟。我是戴思。我是庄达菲。我是高恩熙。我是黄青青。我们家庭新月的妹妹们，刘海涵、唐柯一、王雅鄂、朱琳玉马上就要参加青春有你了，为你们打 call， 加油，不要留遗憾，加油，在成为 A 加的路上加油吧，展示出最好的自己，为你们打 call， 加油加油，为你们打 call， 你们是最棒的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为这些女孩子们加油助威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她们，加油吧加油吧，我为你们加油打气，加油加油吧，妹妹们加油加油，不要紧张，放松，展现自己，走你，加油！愿你们在青春的道路上遇见并且爱上那个最真实的自己，加油加油吧，女孩们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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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努力，我再次给姐姐们喊加油。